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威。空气炸锅、烤鸡爪这种神仙做法，强烈推荐试一下，软糯筋道又弹牙，越啃越过瘾。鸡爪先来给它做个美甲，中间这样切一下，更好的去除骨血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腥。这个动作比较危险，没有把握的话就不做。鸡爪凉水入锅，下入姜片、料酒去腥。水开后不要搅动，打出浮沫。必须煮10到15分钟后，把它从沸腾的地方捡出。调料加生抽、蚝油，多一些的烧烤料，把它们搅拌均匀后，腌制个15分钟左右入味。腌好就可以放到烤架上啦。平铺开之后，放入空气炸锅，表面喷上一些食用油，烤出来就不会那样干干巴巴。180度，15分钟左右，中途需要翻动翻动。时间到，我们香喷喷的烤鸡爪就完成啦。不管你是作为下酒小菜，还是当零食吃，都特别的好吃。外面的皮跟筋软软糯糯的，但是筋道又弹牙，属于越啃越入味。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喜欢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，拜拜。